爱我哋，耶稣系好真噶。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经告诉我。主耶稣爱我。你又谂住耶稣就喺你前后环绕你，按守你身上。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。一阵你可能谂到啲人会闹你嘅，会嬲你嘅，会唔中意你嘅。喺呢一阵你谂下，其实佢嘅面容啦，好多烦恼噶，好多激气怒燥噶，因为佢俾人闹过好多啊。你谂翻佢曾经点样闹你，你谂翻你俾佢闹到点样唔开心。你想到其實他也很慘，在這一陣其實耶穌他認識我們，不是當你信耶穌才認識你的，在未曾有這個世界，在萬世之前神認識你的。所以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被人傷害，耶穌其實知道的。你就想回那個情景，耶穌啊，我曾經被人罵過，被人傷害，被人遺棄，被人不要。可能你曾經有這些經歷，被人傷害過，但這一陣你跟耶穌說，主耶穌，求你在這一陣帶我回到那個情景，去醫治我，安慰我的心，讓我的心感受回，感受到你原來在那時已經關心我了，耶穌在那時已經關心我了，神已經在我們前後環繞我，按守我們身上，神已經永遠服侍緊我哋喎，你係耶穌啊！求你安慰嗰陣時我嗰啲傷心，你諗翻嗰陣時嘅傷心，你諗翻嗰陣時俾人哋鬧完、俾人哋遺棄嗰種嘅感覺，你就向耶穌去傾訴。你係耶穌啊！嗰陣時我好辛苦啊，我好傷心，或者我而家都有好多失望。求耶穌而家帶翻我去嗰個情景。醫治翻我以前嗰個情況。你在我前頭環繞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你永遠必服侍我。我感謝你，我享受你，你永遠謙卑服侍我。我感謝你，我享受你。在這一陣，阿神啊，其實那些人很慘，我試下體恤他們，其實他們受過很多傷害，所以我的心呢很憐憫他們，其實他們很淒涼的，我心就放手了，我就放手，我又無罪一身輕，我就放手來到神面前，求耶穌釋放我的心，求耶穌同我一切，求耶穌醫治我的心靈，求耶穌陪伴我，將我以前的傷痛釋放出來。